禁锢7日，打断手脚，香港出现罕见的残暴绑架案，内情究竟是怎样呢？受害男子是一名39岁加密货币商人，月初在网上结识一名买家，表面上是买加密货币，实质是可拍同党，老人勒索3000万，绑架7日的恐怖历程由5月开始。在6号的上午，受害者就应约来到九龙湾，去到我身后的启福工业中心，咁就打算同扮演买家的绑匪进行一单400万元的虚拟货币交易。由于之前他们都已经交易过了，所以受害人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处境是有几咁危险。然后他就被带去同区的工厦单位，上咗去之后才发现中伏，不过想走都走不及了。单位陈设简陋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办公室，几名同党随即就将他禁锢和打断手脚，并逼令他交出手提电话、银行和网上交易平台密码，最后指示他打电话给家人，以欠债为由去筹集赎金，由800万一路加到3000万。第二日凌晨，被打断手脚的受害者仲被蒙住双眼运到去一个不知名的货柜场里面。在货柜场里面，企图继续严厉逼供，要求受害人问家人交出赎金。肉身第三度被转移，受害人最后被带到嚟大埔南坑村呢一度嘅铁皮屋被禁锢嘅。去到上星期五晚，即是被绑的第7日，受害人趁两名看守匪毫无遗意，在阁楼一个狭窄的窗口逃走。当时报警的目击者就说，见到受害人嗰阵已经是寸步难行，只可以好似动物咁喺地上同佢咁爬行。我朋友嗰个揸住大狗，我冲咗出嚟，咁就变相就见到佢，咁咪趴喺度，得对手喐得嘅啫，对脚就。是怎樣說，應該是斷了的，跟著腳呢，左右腳都用一些尖的東西篤到穿了，是即是流血還是怎樣？血流了很久，已經停了，哇，每邊都差不多10個窿，很大個，你都看到目測都看到，目測都看到的了。多大到呢？半隻手指尾那麼大，半隻手指尾那麼大，哇，即是好像嚴刑逼供那種，他沒有，直接受驚過度那種，你明白嗎？都是傻到那種的。係啊，佢就係話唔係賊，你救我，救我話你，我救你，會救你，你唔好爬埋嚟我嗰度咁樣。係。應該搞到佢好多日㗎啦，唔係個嗰啲窿點會瓊曬血喺度？係啊，我諗應該係嗰啲好大口啲鐵釘懟入去嘅。係。係啊，前後都有㗎。咁後屘就見到佢話佢唔係賊，佢俾人綁架勒索，叫我哋報警。咁當其時我唔知真定假啊嘛，咁我咪叫佢唔好喐，等我報咗警先，等差人嚟搞咯咁樣啊。咁途中就見到有7個人喺上面望住我哋啊嘛。嗰啲係咪都係後生仔？係綁匪嚟嘅，係後生。佢就係想落嚟搶噶，初頭見到我一個人，後屘我朋友出兩個朋友出埋嚟，佢先定咗喺度啫嘛。當時肉心就被人藏咗喺我身後面呢一堆嘅鐵皮屋嗰度㗎，咁而佢雙腳已經受傷行唔到，咁靠兩隻手一路咁樣爬，沿住呢一度爬大概50米左右就跌咗喺前面嗰間屋附近，俾人發現㗎。涉案铁皮屋的位置非常隐蔽，没有门牌，还装有闭路电视，出入都要经过另一间的铁皮屋，普通人很难见到。目击者还说，事发那几日村口多了不少三宝人，想回起觉得很可疑啊。正一发现都是外面有些很多人站在那里，即是那些不识的人。是啦，我觉得平时没有这些象征，但前两晚我不断都有发现到，那我自己都有。一点左右呢？全日都有人嘅，哦，系啊，好似鄰家啦，好似鄰家咁。譬如公廁企一個，呢邊嘅一個咁，有時候3個咁樣咯。你一個直頭，我哋係懷疑都係，你朝頭早到夜晚10點都係企喺度嘅，個袋就入邊有啲餅乾啊，有啲剩嗰啲咯。係啦，嗰啲可能係天文台咯，好似佢哋話齋天文台嗰啲咯咁樣。事主都有同我講話，佢哋架車喺呢度附近停車場嘅。佢話走就喺附近停車場，咁佢個身份證同所有文件都喺曬架車度。今次涉案鐵皮屋平時都會出租俾人，咁啱有人搬走，懷疑匪徒睇中呢一個位置隱蔽，去收埋肉心。嗰啲皮屋應該係啱有人搬咗，咁有人放聲嘅，佢哋啱啊撞啱我哋。哦，即係咁啱就租。係啦，估唔到啊！真係估唔到，我都估唔到。係。好少，因為圍村好少會發生呢啲嘢噶嘛，冇乜可能俾你發生到呢啲嘢。因為如果你去到咁角落頭咁山咧，就都好誇，即係比較誇張咗嘅。即事主話爬行70米好遠噶嘛。都會都有啲擔心咧，有呢啲咁嘅外來人入嚟嘅話，即係自己住喺呢條村啊。其實都冇乜擔心咯，你村有原居民咁樣，有時覺得你古怪，一定埋嚟問你噶啦。係啊，你講唔出住邊度，我哋通常一係報警，一係叫你走噶啦。好，晚安大家嚇。警方事後拘捕疑犯。今晚我就會
就一宗咧，我哋總共咧暫時行動咧，到依刻咧係拘捕咗六男一女嘅本地人，當中咧兩名被捕嘅綁匪咧已經被我哋落案起訴。警方現正通緝至少7至8名在逃人士。